耶、yeah, ！我们闷了很久了，大概闷了一个月有了吧。好久没有出门了，因为前阵子都是下雨啊，所以我们都没有行程。好不容易今天晴天万里啊，晴朗的天空。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就是情人湖瀑布，它在屏东德文部落，是一个非常简单啊，可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。一开始是下坡，所以不会那么累。好的开始，平常都是上坡开始，超累。现在我们又遇到一个独行侠，我们好像每次都会遇到一个独行侠自己来瀑布的。我们现在走了五分钟，就已经听到水声了、欸。哦，其实这边离那个河床还算不会太远啦、啊，只是我们要找下切的点。反正这里走下去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入口一个黄色的栅栏，因为里面是私有的土地，所以这个黄色栅栏很有可能关起来。看到这黄色栅栏，再往前走。哎、欸，这是咖啡吗？这是咖啡豆哎、欸。哇！差不多，我穿鞋都八号穿。这条继续走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岔路，然后你要往左边。好想赶快跳到水里哦！有人穿长袖，叫他穿短的不要，降低我们的收视率。因为要防晒啊，物理性防晒，爱护海洋好吗？不要涂了，防晒油。接下来路有点小，要小心。不行，下次要穿长裤，长袖不够。那下次我们去百货公司就好了。它因为下雨，它会长得更快、啊。它树倒掉啦，树倒掉挡住的啦。哇，这里好多割人的芒草啊，走过这里要小心，全部都是这个。先要穿过这个芒草区，我们好像在丛林探险哦。啊，会刮人啊！全部都是芒草，超怕被割到的。耶、yeah, ，有水了，我们通过那个芒草区了，现在看到水了，好高兴哦。要用泳道靠树基啊。现在遇到岔路，我们应该是要往右边这边往下切看看。成功，耶！现在我们遇到前面有另外一组人要去情人湖，那我们就跟着他们往前吧。好累哦，经过一阵下切，现在终于是比较平坦的路面，然后我听到瀑布声就在前面了。我们刚才应该下切的时间花了大概有15到20分钟吧。耶，好累哦！又进入了另外一个芒草区，这里的芒草太多了啦，现在我全身应该都是流血的吧。这里有人留下记号，表示我们走对路了哦。哇，我们已经看到水了。哇塞，这里石头超烫的，太热了啦！又有人做记号了，跟着别人留下来的记号就对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终于下切到河床了，好开心哦！我们好像到了耶。太大了啦，不能玩，有点危险。我们今天泡泡水就好了。我过来啦！因为瀑布水实在太大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小池子泡泡水咯。你在尿尿吗？Woo!
天德文情人湖瀑布的行程就到此告一段落了哦。We are on the way。刚才又发生了空拍机惨案，又坠机了。他刚才直接撞到山壁，然后直接掉到水里面，又要送修了。好险有捡到。